贤青，贤青，快走！他的目标是你。你来了，麦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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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贤青，你快走！ 洛曼尼，你向来真是仗义，他也为你做了很多。想要动我，你何必这般待他？这么多年来，他与我日夜相伴，如今心里想的却是你们。既如此，我不如杀了他。想要杀了他，你问过我吗？ 再施几分力道，你的命恐怕就难保了。再来，贤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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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当真是天真呢！以你现在的功力，不过是我脚下的蝼蚁。你想救他，还有一个方法，你可愿一试啊？听闻妖丹是妖界一族命脉，修为尽数汇聚于此。我很好奇，要不然。 你借我一关如何？麦明，麦明，贤青，不要，贤青！不知之人，却问其子，该如何选择？妖丹。 听闻妖丹离开妖身不久后，便会性命尽失啊！贤青，
现在就打起了同生共死的算盘吗？ 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？ 你尽可拿去， 何必要伤及无辜？ 所以你现在的选择， 是因为我， 还是狼妖？ 你看天空， 落叶如雨，是我散落， 完全的爱意， 无法跨过的距离， 是宿命。 就算不是贤妻，是岳兄，岳母，又或是那些家徒，我都会尽力保护的。被你弃之不顾的人，只有我。我们人海中只言，辩论闲云霓。海明，我从未想过是你，只要你不伤害海明，你不是想要自由吗？我帮你。 求你了，不要伤害贤妻好不好？只要你不愿意，我就放下一切。所以你是想用你的命换狼妖的命吗？不是换，麦明，不是换，我不想看到你再错下去。 走吧，麦明，回到你的朋友那边去，再也不要回洛家，麦明。